85公分啊，其实可以打80公斤或者85以下，其实最适合他。对，哦呦，一拳砰砰之响啊！哦，又是一击，又沉稳了更多啊！啊，打准，对，哎，对，丹尼斯其实眼睛一直看着，都看着，哦，哎，刚刚这一拳进去了。其实杨宇做的所有这些动作都是在规则里面允许的，对，包括分开进攻、不敌手，对，哎，把防守先打开，哎，哎，漂亮，哎，这下前手钻得很准，动的时候再一次就是赛前，哎，哎，哎，我们看，不是这几次这个拳完全是打从空档里面钻进去了，对啊，很实啊，这拳，对。我就在想，第一次的那个重击中秒前手那一下，丹尼斯恢复太快了。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，